大家好，我是黄玉芳音乐治疗师。大家都知道，今年的音乐治疗日变成了一周的庆祝节日了。那上次我跟聊音乐同时发出了很搞笑的，就是一天庆祝日，所以我们这次决定来一个快闪挑战活动。我们邀请了七位音乐治疗师跟我们一起进行这个活动。那这边呢，等一下我们会抽出每个人挑战的字。这个活动怎么进行呢？我们总共有几个字？我们有音乐治疗周快乐。总共有七个字，所以有七位音乐治疗师加入了这个挑战。那等一下呢，我就会从我这个小酒杯抽出每一个人相应需要用的字是什么。那他就要用这个第一个字来 improvise， 不管他是要多长多短都可以，他要 rap 形式，他要什么音乐 style 都可以，但他就是要做出一首音乐即兴。好，那我现在来抽出我们的这次的主揪女性音乐治疗师。好，等我哦。雨欣，雨欣，雨欣，需要这个酒杯给你的神力哦。雨欣，雨欣，雨欣，雨欣的字是什么呢？雨欣的字是，雨欣你的字是一。好，他要揍我了。好，再来，第二个字是 Zoe 的字。Zoe 是什么字呢？让我来看看哦。Zoe 的字是快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抽出文琪音乐治疗师，这次他有加入我们的活动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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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看看他是什么字。文琪的字是周。好，啊，再来，还有佩奇音乐治疗师，佩奇老师的字是什么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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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佩奇，你的字是聊。好，应该有人想跟你换字了啊，但这个游戏不能换字哦。再来，我们要抽出逸仙音乐治疗师的字。嘿，我没有作弊哦，我很认真的抽。哎，逸仙你的字是智。好，再来，滴滴滴滴滴滴滴，我们这次还有一个新手加入我们，他是培瑜。培瑜要加入这群音乐治疗师挑战，希望你顺利。你的字是月。好。那再来就是最后一张，就是我自己的了。黄玉芳音乐治疗师抽到的是乐，我抽到的是乐这个字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用这些字呢，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字相对应的人上传影片，那大家记得要到他们的 IG 去观看。我们也会做联动，所以到时候会有 hashtag 每个人，然后会 take 每个人的名字。所以你如果想要看到每天不同的即兴音乐大陆怎么发挥的话，记得要去 follow 好不好？那就到这边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欣，我就是第一天的挑战者。那我今天要用这个铁琴呢，来跟大家做音这个字的即兴。我铁琴没有敲很好啊，那大家就请多多见谅。我要开始咯。不是一个音乐老师，我是一个音乐治疗师。你可以用音乐跟我说话，说那些你说不出的话。音乐可以帮助你说那些说不出的话。音乐，音乐，这就是音乐治疗周。祝所有的人音乐治疗无穷快乐。
大家好，我是姜老师，今天要来接受音乐治疗周的即兴挑战。治愈你的心，治愈你的情，音乐治疗，治标也治本，音乐治疗就快乐。祝大家音乐治疗周快乐，拜拜。我是佩佩老师，我是佩奇，今天要来挑战聊音乐的音乐治疗周任务。我抽到的是疗，疗伤的疗。疗伤的时候，向光的方向走，但记得偶尔停下手。痛苦的时候，不必往心里躲，音乐治疗温暖在心。我是音乐治疗师文琪，在音乐治疗周的活动里面，我抽到的是周这个字。终于我走进诊所，我的病人已经在等我，他失眠了，他忧郁了，我们都需要音乐。周二我拿起吉他，他听到心中的牵挂，他流泪了，他心碎了，在这里用音乐接住我们受伤的心，音乐治疗在这里，让我们用音乐来挣脱生命的缺陷，音乐治疗出快乐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柔仪，那今天我要来做音乐治疗周的挑战咯。我抽到的字呢是快乐的快，然后我跟其他治疗师不一样，其实我是拍一些景象啦。好，那就大家敬请期待咯，拜拜。音乐治疗，节奏跳跃，旋律飘荡，让情绪平静稳定，心灵疗愈，心灵疗愈，重拾希望再相信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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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音乐治疗就快乐。耶、大家好，我是黄云芳音乐治疗师，我是最后一天的挑战者。今天我要挑战的字是乐。乐天派的音乐治疗师们呀，终于等到了发型呀，人前前要拿去换新的吉他，怎么在月初就喷喷喷，我们每天都在背着吉他呀，奔来奔去跑呀跑呀，有时候下雨了，打雷了，很肮脏，还是要准备出门呀。啦啦啦啦，呱呱呱，我每天唱着儿歌，打在天边扬了，绵羊，我又在唱着儿歌，啦啦啦啦，咩咩咩。每天唱着儿歌，他在天边养了小猪，我又在唱着儿歌，还是要
字，谢谢你生你生，很多人说我都听着你生你生，他说他说音乐治疗着快乐。